好，各位同学你好，我是 Samuel Chan。 4月30号是 DSE 地理考试的大日子，地理同学你准备好未啊？接下来三个月我会为大家准备两个 intensive course 的课程，第一个是 Super Tips Intensive Course， 今年我准备了20多个热爆的专题去教授大家，例如通过311日本的海啸大暴龙尾的人工沙滩去帮助大家破解单元一和单元二的重要概念。想透过 Tips 专题作全方位高速温习的同学就报读 Super Intensive Tips Course。第二个是 Super Skill Course， 冇 exam skills， 冇 concept， 有 tips 都冇用啦。课堂里面我会教授大家30个招数去帮破解唔同形式嘅 essay、DBQ 同 MCQ 嘅同学。想一路学 exam skills， 一路重拾 concept 同 keywords 嘅同学，就报读 Super Skills Intensive Course。记住，凭我首届摘星学生嘅人数、贴题嘅准确程度 ，Star Hunter Samuel Chan 绝对帮助到你。